椒踢过来。好呀，浩浩，给，踢给你。你妈呢？孩子这么小，你忍心看他没有爸爸呢？季红林，你配当程川的爸爸吗？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？你要解释什么？你在外面的孩子都多大了？你现在回来跟我说这些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当着程川的面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带他出国。程川，爸爸，你滚！你有什么资格做爸爸？壮壮，你怎么了？真羡慕你，每天都能够这么开心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把开心分给你。真的？拉钩。要不我们去玩捉迷藏吧？好啊。我们开始吧，你来藏，我来找。好。5 4 3 2 1，秦先生，根据我们的诊断，他目前出现的人格错位应该是创伤应激后遗症的一种表现。目前他失去了事故发生前的所有记忆，并且将自己呢错认成了秦昊。那他还能好吗？抱歉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他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痊愈了。浩浩，咱们走吧。领养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以后我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带你出国，好好保护你。